李进良、阿良和小珍去年复合，但跟丈人胡瓜瓜哥始终没破冰。前天阿良接受苹果专访透露，二人本来就没误会，而且私下早已互动。昨瓜哥表示本来就没结冰，何来破冰，答案和阿良如出一辙，并透露小珍一直在安排饭局让他和阿良碰面，只是他和阿良都刚好各有事情瞧不开。爱女心切的瓜哥认为，只要小珍好，什么事我都会愿意为他做。看来和阿良的翁婿关系已回温。2012年小珍和阿良分居后，当时心疼女儿的瓜哥不但四年前就出清阿良台北嘉士美整形诊所的股份，三年前也转让卖掉台中诊所股份，事业上和阿良切割，对外也避谈阿良。而小珍去年七月宣布和阿良复合后，瓜哥表示不知情，还下重话要阿良踹供，但小珍事后透露已传简讯跟瓜哥交代，自己则不想介入瓜哥和阿良之间，这已经是他们两个男人的事，不是我能解决的。如今瓜哥和阿良已私下和解，不过瓜哥近来却身体微恙，原来为了参加下月1日的国家地理2018世界地球日减速运动路跑活动，积极练习的瓜哥前天不慎拉伤腰部肌肉。我星期天录影前想说自己洗个头，结果一弯腰就觉尾椎怪怪的。当天仍忍痛录影的他趁空档跑一趟土城整骨，还到药局拿肌肉松弛剂，就为了不要耽误到昨天的卫视中文台欢乐至多星录影。不过工作单位后来还是把原本五场录影缩短为四场，让瓜哥早点回家休息。蔡维新台北报导。看了这则新闻的人也看了狗仔偷拍董志成对岸找春天，偶像剧之父最扑小黄景甜环太平洋二耍高冷导演夸他好棒棒，独家李密股票年配400万不够用，卖2点补娘无底坑。胡瓜昨忍腰痛录影拍照10分敬业，卫视提供有话要说投稿即时论坛。